包裹了，一直都太入口的我国，站那边就不行，好站那边，两三分钟一盘，你们走了些快，路不够，把他们都死了，你这有办法？对的，一模一模，一模一模的。包裹了，包裹啥的了？没有啊。现在不是，现在走了磨蹭，该攻的攻，该杀不杀。啊。喜欢你，不是李成的徒弟。李成的徒弟。哎呀，我走个鸡巴坐起了。吊货看的是一步半起，那该搁一步一点给他嗷嗷叫，不够烦的呀。来家鸡巴，吊着都吊。亮不起来看不着。你让他一步一点。嗯，为啥不攻上了一下？你攻他打我的狙，打狙。哎，对，我还有一个狙在连连狙。这个说你那个说，你不听了他也可急。这你那多大狙你不断的？我咋多了？嗷嗷叫。那咱多那种马子多了吧？没有。七吧。七吧。那吊白呀，我是感觉。狙丢不飘啊！坐骑鸡巴真白的还。咱中炮一打，你把响一调就妥了呗，顶着马丢不了狙。啥子意思？丢不飘。这个。你欺负我的车了呀？那别个欺负就行了。比我比多个车我。嗯。这一点谁事儿？满可以啥子都不丢，炮有根儿。打炮响来了，等于一打狙把风向调节了。那么急，还有桌了吧？那等于那么急的吗？有气，夸我，这边很快接着，夸我。你多狙你肯定是不中了，你学嘿呀，来吧，不多，五多五级的呢。别多一局，再多一局，我死。不死，娘我两桌搁两呗。别怕这些遗传了呗。谁？我跟他看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他看了。工作兵了，好走呀！这是工作兵的，你一句话。这是个嘛？你两步弄出墙。往这儿走，我打。不中了。多个局肯定没法下。半局多多，啥事儿？嗯。